这里就是天空花园，韩国的天空花园，很美哦，可以来拍外拍的地方。然后很多稻草的感觉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草，好美哦。可爱的球吧，超可爱哟、哦！很可爱哇，它的那个很像海盗船一样。漫画版的 One Piece， 就是宏大啦，宏大的街道，好多逛的地方呀，都是衣服，还有商店，超多的。的地方啊，这里就是主景在这里啦。哦，竟然下雨了，而且树还没有变黄，看不到枫叶，它只变浅绿色嘞，就是这个场景啊。你就进去看看吧。Oh my god！ 你看这个瀑布流向，它很漂亮哦。它是直的，直的从上面流下来的，好酷。
없네요. 오케이, 사진 기사. 네, 그때 이 밑을 찍어줘, 여기, 여기. 오케이. 大学的观光景点，很多人在这里打卡，超长的走道，而且这里是 IG 热门都在这里打卡的地方。梨花大学的正门哦，那一座墙壁是梨花的那个象征的梨花大学吧，也是拍照打卡地点。